我是平安。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有时候我会想，是什么让生活变得像一场秀？是和别人一样，还是去试着不一样？如果够了解自己，就知道什么是想要，什么不需要。有一种时尚叫做青花椒，只挑选当季的颜色，赋予独特的味道。是精品，当然经得起细品。你也想尝尝看吗？